咁就咩啫？鬼堡姐啊！今集我哋翻翻个主线度啦，一集啱啱升晒武器啦，同埋攞咗个咩最强武器嘅嗰嚿咁嘅道具啊！翻翻去揾翻嗰啲三呢嗰啲门先，大约知喺边啊！哇！顶你！小心你打佢啦，打嗰只佢插鬼呢只，诶！诶，帮手！诶，帮手！帮手！诶，哇，顶嗰啲难搞啊！个弓箭，我成日弓箭系点样射噶？我未用过，瞄准，哇！一下死，一个闪，系啦，落嚟一柒头。好心你直接掉把刀上去啦，掉把刀上去插死佢。执啦喂，唔系有嘢执咩？爆裂弹，感谢咗马格大人相救啊！一面个门，我伙伴刀收下呢个报仇，收下咩？我就系个爆裂弹。好啦，北面个门，走，你咪先。诶，啱啊啱啊，系啊，喺呢度，喺呢度。之前阿女忍者嗰度啊，系咧，喺呢个位啦。跟住，竟然有个三呢门嘅，系咧，喺呢个啦。入去望下。龙首。徘徊于空中嘅幻魔之魂会聚集于此吗？哇！呢乜？乜碎啊？呢个西天嘅雕像，将个头拆走啦！千里眼，你的眼界可以转动世界。哇！呢个。诶，哇！屌，吓卵死仆街，哇！顶啊！无啦行下，嘣一声，佢一转画面嘅，突然之间有啲嘢咁弹一弹，啊！屌，我啲嘢真系，真系俾佢吓一吓，啲角系咩嚟噶？系咪有啲咩可以解谜噶？系咧，咁换成一把剑，法使用啊！红圈、蓝圈，关事啊！忍者道具，千里眼系咩啊？萤石嘅光芒，持有再产生效果。哦，屌！原来系有云嘅，吸云啊！但系冇用啊，我都升满晒啦啲嘢，依家攞啲云都冇用啦，最多攞嚟升下啲药丸啊嗰啲啊，升下啲药草药丸，升下啲药草变做药丸。好似见到有嘢执，哦，萤石，哦，直接睇到啲萤石，喂，吓死，无啦跳落嚟。哟，そんなに驚くことはねえぜ。ちょっと付き合っていけんよ。魔法空間ってとこがあってよ。魔法空間。先に進めば進むほど宝が手に入る夢のような。打完ね、攞咗咧。お前、行ってみるか。いいよ、いいよ。仲要系谂住呢边呢个会有其他剧情，但貌似都系去翻个咩魔空空间，冇必要啊！我都攞咗嗰支咩笛啦，系咧。睇下呢边，仲有边度有门呢？啊，见到见到，红色嗰度，就依家要行上边。
哇，屌啊，有弓箭咩？哇，咁唔好理啊，想劈咗嗰啲咩先啊？走啦，直接都冇必要打啦。啲云又已经系咧，啲云又已经冇用啦。依家真系打怪打嚟冇乜用，我升满晒啲武器之后，基本上啲怪可以唔使打，我直接冲剧情就 OK 啦。啊，要升咁要升嘅都升晒，又升啦呢度。啊，补个全先，系啦，好，炎龙剑开佢啦，好，咩地方？药丸，喂，好似好多咩啊？都是普通嘢，啊！睇我用一閃閃死你！嚟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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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佢雜魚，都係，哇！好似口猛咁啊 ！MVP 地图炮，好搞掂，得翻只，得翻一只耳板啦，屈都屈死你！哇！快啲啊！快啲！快啲！哇！挡都挡唔捻到，炎龙剑，喂，哇，冇事冇事冇事，你睇个范围大到咧，夸张啊！嗰只乜死人嘢，板门弄斧，大到咩咁个范围，冇神刀。弹丸？诶，打唔开个门，主城最北端，对面就沙包。好啦，雕像个头，啊，可以翻去插个头啦，咪得啦，应该都冇嘢，系啦，冇其他嘢啦。咩武神刀系乜鬼嘢噶？系咪可以用啊？武神刀，仪式上嘅宝剑，无法当武器使用。翻翻落去嗰个咩度啊？嗰个蓝色嗰个三呢门嗰边啊？嘿，走。喂，吓鬼咩？西之雕像，诶，原来有本书啊！呢度元武书，生命力，插咗个头先啦。哎呀，诶，头咧喺度，咁样嚟开个机关。火绳枪，距离唔系问题，哇正！我哋炮弹终于有用啦。火绳枪，好在佢个地图本身都唔算话真系特别大啊。嗱，毕竟都系以前啲游戏啊，以前啲旧游戏。嗱，慢慢兜下嘅话，总会揾到条路嘅。我谂，陨石，喂。摆只猛嘢喺度，喂，睇住啊！先呢边蓝色门啊，行下个黄色门啦吓，黄色门都睇下，
对，下边系啦。诶，似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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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巨斧啊，即系行嗰边噶咯，依家，睇先，啊呢边都翻翻出嚟，哦，得，走，呢度，诶，呢啊，唔知咧，嘴刷都挂住，哦，宝剑。 摆呢度嘅，啱啱死人嘢，冇神刀，想点啊你？ 乱世浮生，哇！一围呢啲，无时无刻都见到啲咁嘅忍者啊，真系，插佢，诶，走啊！左右，左边先啦。 俾佢啦，你自己慢慢咩啦？哦，又坏咗，好啦，即系得呢边，啊，两咧，好，又系左同右，诶，睇先啊。 过去，过呢边先啦。罪妙之书第六卷，着咗张图。啊啊啊啊啊！打开幻魔世界嘅门嘅方法，得到钱物之后，你务必通过此门啊！啊哈！我终于发现打开幻魔世界之门嘅方法，就记咗喺呢度。 咁个方法系咩咧？哦，入面啊！我靠，唉，唔打啦，冇理佢。冇事，哇靠，冇事，哇靠，咁鬼死多嘅呢啲咁嘅死人嘢。啊，试下个咩先？顶你个肺，要个弹丸咧。 好似冇乜效咁，顶你个肺啊！真系我智憎人喺度咁样揸住把死人剪刀，阴阴湿湿，啊啊，撞死！哇！ 哇！太狗啦！喐，想避都避唔到，都必定要打，插佢，诶，诶，嚟嚟嚟嚟嚟嚟，诶，射得好过瘾啊！鬼石，哇正，加个气啊！ 咁去，哇！哇！你使唔使咁狗啊？你喺出边咁，我点打你啊？净系佢打到我，我啊打佢唔到。
오, 仆街你, 에? 射啊, 射得好過癮啊, 와. 你老味. 仲有? 哇, 兩位一閃! 에이, 回個血. 哎呀! 吸唔吸到呢? 跌咗落去吸都吸唔到。 真苦。 唉, 執啊, 力石, 加個體力。 都好嘅。 好似冇重要嘢執咁呢? 純粹係執夠力石同鬼石, 唉, 又跌咗落去。 好似冇啲咩重要道具執咁喎。 定我睇漏咗呢? 都要... 唉, 係咪要撞一撞呢個鐘啊? 點呀? 上嚟好似冇乜用咁啊, 純粹真係執兩粒石咋喎。 算啦, 走啦。 冇啦, 得返到門係啦。 三呢? 應該有啲咩執吧? 到底係邊度嚟呀? 喂! 鬼咩? 壞咗。 仲有一再去, 好。 嘩! 呢啲, 呢個唔係boss嚟嘅咩? 點知而家好似變咗普通怪咁咩? 有! 喂! 又是龍手? 好, 走啦! 唉... 啊, 好像越行越深咁喎, 但係嗰邊嗰條路又未行喎。 有啲想行埋嗰條路喎, 搞到依家。 再兜下先。 喂? 邊度有隻猛嘢? 啊, 等先, 返返轉頭, 我行埋下面嗰條路。 我怕執漏嘢, 因為。 呢邊望下先。 啊, 可以。 應該係有啲咩執嘅。 書啊, 書。 唉, 冇啦, 啊? 咦, 有嘢執。 冬天之地圖。 又真係冇啦, 啊? 純粹係執本書, 執個炮彈同地圖。 好啦。 情願佢俾個補血我啦。 行呢邊好似好啲喎。 有嘢執, 機關。 睇下先。一、一、三、一、九。 鬼神之海格。 鬼之海甲繼承者, 應該又是一件勁嘢裝備。
非常坚固啊，近乎完美嘅杰作，最强防具啦，系嘛？刀枪不入啦，系嘛？依家冇人可以打得入我，系嘛？系嘛？车马阿迪挡啊！你真系哦，保存点？唉，食个补血先啦，补血咩啊？补个全啊！我觉得应该可以解一解谜啊，算啦，唔解啦，都系直接过关算啦。反正都是支线嘢，啲主线嘢。啊，又有药丸，好，十分好。我坏咗，诶，补多次全先。冇咧，唔系得条楼梯落去，系咧，走。哎呀，执，又系岩石，嚟坐船下海。上船下海，哦，应该差不多尾声了系嘛？过埋去另一座主城，哇，好有打最终 boss 嘅 feel 啊！系咧，你啊，冇啦，冇其他路啦吓，入去。仲有乜座城？睇先，会唔会有嘢阴沟我啊？屌咩？破魔弓？哦，就系攞呢把弓去射爆嗰座嘢啊！去射爆啊，唔系射爆嗰嚿嘢啊，跟住先至入到去嗰个幻魔之门啊！系咧，同嗰个书上面嗰个图案一样啊，用弓箭。诶，乜你又过嚟嘅？啱啦，过嚟帮我开锁啦。即系我喺嗰边苦战紧，你要帮我解翻个锁系嘛？系咧。好在我攞咗把神器啫，哎，仲未死，哎，做乜扣血噶？冇半条血嘅，得个半血，阴功啊真系。其实做乜你唔游水过咧？呢度游水过咪快啲咯，系咯，直接游水唔系快啲咩？真系顶我，喂！其实系咪计紧时咧？又好似唔似喎。哦，佢入到去，十分好。行捷径啦，可以。睇先，得。诶，好似多咗条路啊！木多咗野汁啊！嗯，都系诶。咁爽口面嘅药草，以为呢度咪嗰个咩咯？同一个场景嘅，点解？幻魔启示录下，伟大嘅幻魔王者，地底最深处，出生于大地创世之前嘅混沌之中。所以幻魔都系由幻魔王所生嘅，啊哈，无性生殖啊，佢只能够喺举行啊暗黑仪式嘅神殿入面见到幻魔王嗰个有如纯白大蛇般嘅尊容啊，纯白大蛇啊，唉，睇下先。都唔准背叛幻魔王，万物必须永世学习幻魔王崇高嘅精神。嗯，
喂，呢度呢个场景有啲 hea 喎，用翻同一个场景咧，同一尊雕像，系咧，啊喺呢度转咗啦，之前嗰个摆咗龙首嘅，依家又换咗另一尊唔知咩雕像，唔好认得出，有啲似如来佛祖。哦，执咗啦，好，执，哇！我又唔系好想用补血用喺佢嗰度，好似有啲浪费。直接闪过去算啦，神闪神闪，神闪避，哎，打我唔到。女忍者靠嘅就系要闪避。哇靠！喂，冇事冇事冇事。诶、啊，系啱啱补嘅船，十分好。即系佢应该就行呢度啦，系咧忍者道具。睇先，哇，兜过嚟呢度嘅，咁搞嘢。睇嚟佢都仲有埋行喎，前面啊仲有好多地方。落翻去啦。行转咗，好转入去。好伤，中，准啲好冇？哎呀，哇靠！Q 多啲咪死人嘢，绿色记号，绿色记号，绿色记号，即系要绿色锁匙，好得走，得走先，安全啲啊，啊唔系先，头先执咗个药草，啊食个药草啦，食个药草，药丸又好似有啲浪费，佢条血又唔系特别长。药草够啊！诶，咁快又有保存点咩？过咗唔知两张地图左右啫喎，咁前面要打 boss， 睇先。上去啊，呢度有条路，好。嗯？哇，妖！有咩汁啊？形石啊，纯粹得个形石咋，冇啲其他特别嘢啦。顶你个肺！啊有，元武书冇啦，执本书，执粒石，好走。诶、一条路，哇！走。仲系奇怪嘅宝箱开唔到，冇锁匙窿要开，但系有啲缺窍。嗯？哦，就系嗰支破魔剑系啦，破魔弓、破魔剑。哦，即系呢边就攞埋支剑。诶、欸，哎呀！即系睇嚟要晾翻啲嘢上去喎，啱啱你搬个宝箱过去，晾住咁咪得咯，搵个宝箱砸翻住咁咪开到道门咯，所有道具都开唔到，嗯，咁有啲咩可以晾住啊？云三门嘅神像，看守住什么东西？冇啊，冇嘢咩喎？摆翻支箭上去先啦，扎翻住，执唔到啊！啊，其实担啲碌嘢过去咪得咯？哎呀，唔得，嗯，系咯，即系大家都系长条型，
攞走支婆婆钱，跟住将呢盏灯放落去咁样砸翻住，或者你不如打开一道门先，跟住揾嘢卡住道门，等佢唔好闩，跟住再攞走支婆婆钱咪 OK 咯。咁样就算佢个开关吸落去都影响唔到啊。啊，算啦，以前啲游戏唔好同佢讲逻辑，毕竟系啲旧游戏啊。哦，又有藥草啦，十分好。著書，好走。都系冇路嘞噃。啊，有嘢执。哇，7次啊！1、2、3、4、5、6、7、8，7次应该好难搞下喎。搞掂，搞事个角先，原来运气都系实力响战。掂啦，我知有咩用啊？呢个就系攞嚟攞嗰个破波箭嘅，完全系一模一样嘅个样，用佢嚟取代佢。系啦，走走走走走走走，哇！屌你个奶客鬼咩？好啦，你自己都闪开咗啦，咁唔理你啦。摆翻支响箭上去。其实真系一样嘅啫，系只不过佢红色，跟住另外嗰支就系啦，另外嗰支就纯白色，但系外形完全一样嘅。如果唔系个颜色唔同嘅话，你都唔知点分啊。六圈锁匙啊，哦，翻返去嗰边好得，用啲咩执啦吓，系啦，走。哇靠！头先好似有嘢执喎，不算啦，应该都系萤石嗰啲嚟噶啦，唔执啦，走啦，走走走，睇先，落去，呢边就有架船咯，吹到，呢度又有船，哦。啊！呢架船唔关事嘅场景嚟嘅啫，上呢架好啦。直接游水过去咪快咯，唔使搞咁多嘢。你堂堂一个忍者应该晓游水啦，系嘛？忍者唔晓游水都好大镬啊！仲未打完啊！你打到依家都未打完，帮手开门啦！火药，咁要点呢？引爆，直接爆开道门啊！打我咧，终于哦好啦。やっぱり来たわね。人間としては上出来。でももう間に合わない。原来系个老细嚟咗。あとわずかで暗黒儀式が始まる。まずは雪姫の見ている前で夢丸が殺される。なんだと？可愛い夢丸が目の前で殺されたら、雪姫の悲しみと絶望は極致に達する。それにより。生贄の血は旨味を増し、それを飲む信長の力も強くなるという寸法。そのために二人を許せる。
原来系你啲孩子嚟噶，唔怪得咁卵核突啦，屌！哇，咁点打你啊，真系飞起啊！我靠！ 啊！系，真系唔记得添，呢把嘢咪得咯。诶，喂，诶，哎，中啊！咁咪打到你啦。 好似已经用晒咯，冇乜再用咯。系炎龙剑，哇，又嚟，落嚟啊，落嚟啊，落嚟啊，等佢落嚟。炎龙剑，哇，中啊！喂，炎龙剑中啊！ 诶，补翻少少又可以用啦，攞平啦，即系睇嚟要不停咁样打佢啲所谓嘅孩子嚟补翻，哇，系咯，嚟咁样嚟补翻。 跟住就可以有氣再用啦。好似唔好夠氣喎，睇先。阿炎龍劍，嗯，夠唔夠啊？唔夠啦，你啊夠。哇靠，當唔切添。 喂，等佢。喂，得，好意思，哎，流落行开，哎，走啊你真系，自己走落嚟。行翻过去先，各位冇咁窄。 武器，佢嗰下好似直接破防御啊！点解就死啊？都用，都直接转攻击模式啦，已经死啦！哎呀，补翻啲气先，都唔系好够啊，够唔够啊？ 哎呀，唔得，争啲，唔得，唔够，你都一格仔我插，切，又话自己嘅孩子，打自己嘅孩子落街，哎呀，好，六招啊你，蹲。 巨大害虫，仲未死，抵死啊！报应啊！走啊！唔好理佢啦。 变到咁嘅样啦，你仲理佢做咩啫？啊，你话佢唔变身嘅话，都话可以救翻佢啫。变到咁嘅样，你救翻佢都冇用啦。啊，晕咗啫，晕咗啫，晕咗啫。
冇咁易死嘅应该。住んでいるんだ。话晒啲女主角冇咁易死嘅，咁睇嚟佢真系唔系好识游水喎，可能不擅长水性。系咯，咁跳一跳落水，跟住可以晕到咁样，可能浸亲。待っていろ。雪姫、夢丸、今助けに行くんだ。左媽界的配音真的好像有點氣喎，好像沒什麼氣勢咁樣嘅，係咪啊？金城武真的太老了已經，所以個配音沒什麼感情咁樣，好似可能真的老啊。佢頭先講嗰句，我依家就去救你，好像完全感觉唔到佢有感情喺度，完全我感觉唔到佢系想真系去救佢咁，好似就咁读就算啦，就咁读出嚟嘅。好似冇个传接。报个船先，报个船先，就依家就翻翻去嗰道门嗰度射爆佢啦，系啦，报个船先吓，留翻下一集啊，下一集再继续啦，今集就聊到呢度先啦，系咁啦吓。